受害人聽到呢啲電話嘅時候咧，其實就會應該即刻咧有任何懷疑話俾其他人知，或者甚至報警。第二點就係啲騙徒會俾啲受害人一啲互聯網或者啲 link， 嘗試去俾佢哋引證下佢哋官員嘅身份嘅。咁大家就要記住，其實任何嘅資料咧，其實都可以係假嘅，絕對唔可以引證到佢哋嘅一啲身份嘅。第三點，其實啲騙徒咧係會利用啲受害人自己嘅一啲主動同埋分析能力，去令到佢哋跌入呢個電話嘅騙案，然之後走唔翻出嚟嘅。第四點其實就係啲騙徒唔會直接問啲受害人攞佢哋任何嘅銀行資料或者密碼嘅，其實佢哋會用其他方法攞到你啲錢。第五點就係其實任何一啲內地官員或者幫你調查事件嗰啲官員咧，其實係唔可以話私底下幫你去解決呢件事或者去幫你求情嘅。咁所以大家聽到呢啲事嘅時候咧，其實就個警惕性。